一、第一集，幽灵的威胁。二、第二集，克隆人的进攻。三、克隆人战争漫画。四、克隆人战争动画系列。五、第三集，西斯的复仇。六、系列欧比旺克诺比。七、故事汉索罗。八、动画系列叛军。九、故事流氓一号。十、第四集，新的希望。十一、第五集，帝国反击。十二、第六集，绝地归来。十三、系列曼达洛人。十四、动画系列反抗。十五、第七集，原力觉醒。十六、第八集，最后的绝地武士。十七、第九集，天空步行者，日出。